我想先吃一个比较颜色比较多的。那这糖颜色怎么？传说中只要碰到是英国国产的糖就不要碰。我以为这是蛇，原来这个其实是戒指。不是这个，我觉得这像泳圈哎。不，它是戒指。不是戒，是戒指吗？你看。我也带一个。这我觉得蛮正常的。你有吃过中国的旺仔 QQ 糖？这我觉得蛮像的呀，很正常啊。OK，马上下一个。那就昨天把剩下的两种糖一起试了吧。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那个味道差不多。这个喜欢。对，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这个不给打一分。熊饼戒指好吃，我感觉熊带一点碳酸饮料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很厉害一点，他们是三个一磅，而且颜色鲜艳，形状那么多。聚会的时候买好几袋，然后倒在一起这样吃起来感觉多爽。我想闻不到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我感觉这个虽然不敢吃吧，但是口感怪怪的。这个你可以展示一下吗？我看到网上说这个是英国非常黑暗的一个口味啊 Rocket 啊，就是所有盐味的都非常黑暗，然后排名第一的就是盐味的那个薯片，但是我们学校的超市没有，所以我就选了盐味薯片。我很喜欢的，就是它是不是啊、又咸又酸的呀？我不知道啊，没有吃过。好的，那我就选了盐味的第二，排行第二，盐味爆米花。我觉得我不会想吃，可是我也不会很排斥它。就它不难吃，也不习惯。对，虽然说习惯了吃国内那种要很甜很甜的爆米花，那种觉得很好吃，然后这个就完全没有那种甜味，它真的是咸的。但是我也觉得蛮正常的。网上的谣言，我们又攻破了一个谣言。你看电影会带它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我找到很多比它好吃一百倍的薯片。好，下一个。Cumber potato snacks， 这是芝士跟阿健怎么说？洋葱。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正常。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好可爱啊！对对对，好可爱，这个你看，这个小熊。我觉得还对，就是该说的这四个、这五个里面比较常吃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蛮有中国小孩童年味道，这个算你的童年味道吗？啊、算算，我们那儿有一种叫虾皮，这个挺开心。啊，对对对，就是那种，这个很正常。这个因为是我朋友送我的，所以它一点都不黑暗，它就是奔着好吃来的。再看这个图片，你知道想说吗？想到我想到五花肉。可以的。正常，这个不止正常，这个是好吃了。对，来开了。我觉得英国的饼干类都还 OK 吧？对啊。那再听到这里，看到这个叫什么 ？Ginger。Gingerbread Man， 姜饼人。对，在英国那个姜饼小人非常有名。对的，对的，我觉得我一晚上最期待的可能是这个。哒哒，这个是啥？你居然把它头给它掐咬掉了！你也咬我的头！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各种的 ginger 饼干都还蛮好的。我之前因为我其实不能够吃到生姜，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吃 ginger 饼干。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做的还蛮 OK 啊。特别好吃，我比较想的是它有甜味的。我就懂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那你知道我最喜欢英国的大学的一点就是教室里面或者教室的外面桌子上面永远都摆着很多很多的饼干还有喝。你有没有看过怪物史莱克？怪物史莱克里面就有那个僵尸小人。最想吃的是哪个？是不是最喜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八款就是最想的。我觉得僵尸小人是带给我最大惊喜的。哦，我就觉得这款是最好吃的，然后这款可能要排第二。那金卷啊，那金卷我觉得我一晚上最期待可能是这个，最期待可能是这个，这个。来英国真的可以试，一定要试，这是他们的经典。我在网上真的没有看到过，所以最后一名就是高铁的 popcorn。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没有一款是难吃的，不能入口的那种。对，像这就即使是这个盐味的爆米花，网上说的会非常的恐怖，但它其实也是蛮正常的。所以我们打破了谣言，果然网络上传的都是谣言。对的。其实英国的零食并没有那么恐怖。对的。耶。